琪，你在干什么？老师，我这里有小零食哦，这个零食我跟你说非常的好，这里面有坚果，还有很多的果干哦，特别适合上班的你哦。老师，我在练唢呐合集啊，再不练习八月一号就来不及喽。来不及喽。来不及喽。老师，用了这把梳子，你就是天使。我有首很好听的歌，你要不要听？尝这个吧。拿个饼垫垫吧。拿去。